电影侠 Ryan Pinky 小兵监制后巷电影院。好啦，咁啊，欢迎大家嚟到咧呢一集嘅后巷电影院啦。咁啊，真系可以咁讲啦，即系首先要公布一个好重要嘅消息先。呢个消息咧都真系冇办法啦。咁啊，后巷电影院咧通常咧都会因应咧，就因为其实呢个星期上画嘅戏咧都会同大家讲下戏啊，讲下市场情况啦。咁但系依家其实全球嘅市场情况咧，就可以用一套咧奇洛里维斯主演嘅烂作嚟去形容，叫做《地球停转日》。其实都系笑要停噶啦，即系其实香港系迟咗好耐噶。嗱，即系讲真，真系迟咗好鬼耐噶啦，系啦。咁其实你到咗我哋依家已经升到，即系今日我哋去倾呢件事嘅时候，其实佢已经升到成500人以上啦。咁星期五当日确诊啊65宗，咁啊好简单咁讲啦，所以呢一集咧会提同大家提早出嘅，因为咧比较预告大家就系咧喺戏院停业嘅日子咧，咁啊后巷电影院咧都暂时同大家休息，因为电影院要关门啊嘛。系啊，咁啊电影院系咪先？咁啊，喂，我哋长期都冇四个人冇事，我哋长期最多三个人都冇事，系。但其實是冇，因為其實依家成個電影行業根本係停擺緊嘅，即係從呢個製作上面啦，到呢個即係電影排期啦，即係好多發行商都全部將所有嘅片都褪曬期啦。即係你見復活節原本啦未停業之前，都連呢套二分一嘅魔法都褪埋嘅時候咧，就真係冇片好睇咁滯噶啦。咁啊，原本都有啲鬼睇噶，有啲諗住女鬼橋嗰啲嘅，全部都褪曬啦，褪啦，係啦。好簡單咁同大家講呢，咁其實呢今次戲院停業呢就係今即係星期五傍晚六點半公布，咁停得好急嘅，就係星期六夜下午六點開始呢就停業14日嘅。咁有啲片呢明明擺呢個星期六做優先場呢，結果呢因為呢個放映時間關係得一場嘅啫，就一個男人之苦啊，呢個優先場呢是播到一場的。嘩，真係一位尹次郎啊，有毒啊，尹次郎50集就返咗嚟啊，係呢個簡直係呢個男人之苦呢個系列其實有毒㗎，我覺得係。你睇下啱啱死過翻身就即時停曬啦，係啦。好啦，咁其實呢對其實呢個咁嘅停業嘅宣布呢都係為嚟得比較突然啦，咁所以戲院呢都即時呢就已經停售咗聽日呢超過夜晚六點即係傍晚六點散場嘅戲呢都要停嘅。咁所以呢其實聽日呢最後嗰場呢大部分都開3:30嘅啫，或者最遲都係4:00嘅啫。咁其實香港咁耐以嚟，講真啦，香港咁耐以嚟上次戲院停業係幾時啊？其實上次戲院停業呢應該都係啲好似係有一次嗰隻反暴力嘅時候啦。咁已經係講緊好，即係講緊超過20年嘅啦。咁都可以咁樣講咧，其實停業咧有幾個原因要考慮嘅。第一就係戲院咧，其實一路咧喺呢個經營環境咁差嘅情況之下咧，唔係唔想停嘅。即係如果你睇翻呢個星期一、二、三嗰個推算收入咧，星期一係42萬，星期二係38萬，星期三係得翻36萬。每場戲院嘅平均人次咧跌到落去係4.幾位嘅咋。即系讲真，其实4.幾位咧，同停业咧又真系已经差唔多啦。而且咁样唔停咧，其实戏院系唔会攞到任何嘅补助噶，因为你呢个人嘅，你冇停业啊嘛，你冇停业，我唔需要补偿你噶。最主要个原因点解停唔到业咧？呢一度要同大家解释个原因，就系话咧，其实咧，你要交租。咁再加上就係冇行政措施之下，其實戲院好難單方面去停業。一方面會俾業主，因為依家大部分喺商場入面咧，就會俾業主覺得你係違約。二嚟咧，亦都搞唔掂同發行商嗰方面咧傾嗰個即係個合約嘅問題。咁依家其實咧，某程度上就政府宣布咗就要停業14天咧，強制咁做啦。其實對戲院咧反而咧係開咗一道門出嚟嘅。咁而且呢其實呢你經營咁低都好啦，其實依家人手成本呢都出現個狀況，再加上其實過去一個星期呢先後係有3間戲院呢就係、是、有呢個武漢肺炎嘅確診者呢喺潛伏期期間呢係曾經去過呢啲戲院。咁呢3間中獎嘅戲院呢分別就係 AMC Pacific Place 啦，即係中環娛樂行嘅英皇戲院啦，同埋呢個又一城嘅 Festival Grand 嘅。
咁三間戲院咧都需要停業咧消毒嘅。當中 Festival Grand 嗰場咧，仲要係咧呢個半職業特工隊嘅傳媒場。嗯，嗱，即係講真，即係都。唉，即係無可，嗱，而家即係咁到已經即係去到呢個無可奈何嘅境界咧，就依家嘅狀況之下咧，咁其實真係我覺得咧，無論任何種類嘅嘢咧，係唔停係唔得嘅。你唔停嘅話咧，你夜晚你遇到嘅問題就會好嚴重㗎啦，係啦。係啦，因為其實依家啲食肆咧，有好多食肆都開始夜晚就唔做呢個堂食嘅。咁其實咧，你要去睇戲咧，之前你可能都要食下飯咧，結果你發現咧，其實嗰餐飯都揾唔到嘅。咁其實咧，講開呢個停戲院停業，歐洲已經停曬啦，美國都停曬啦，加拿大都停曬啦。其實目前咧冇停嘅咧，反而是台灣。咁因為台灣相對嘅疫情咧，就真係比較好啲，即係冇咁嚴重嘅。咁所以都可話佢哋做得比較好啦。咁啊，都呢樣嘢都冇辦法㗎啦。咁啊，都希望大家就。咁其實停業亦都令到啦，好多原本咧，其實依家呢一期咧，啲戲院已經去即係去到辛苦到嘅地步，係要揾舊片嚟播。咁啊，當中其實原本有嘅舊片嚟播，包括有呢個阿基拉嘅重影啦，呢、這個即係悼念日本奧運啊，係啦。咁然後跟住仲有嘅咧，就係咧原本4月1號啦，阿張國榮先生嘅離世啦，咁啊嘉禾同埋呢個 Cinema City 原本咧夾埋都有5套張國榮嘅片要播啦，咁啊仲有就係呢、這個原本呢個禮拜6日嘅2001太空漫遊啦，咁再加埋仲有就英皇戲院咧，即係唔知點樣求其塞啲正能量嘅系列出嚟啦，結果第一日咧播嘅逆流大叔咧獲得嘅入座係零。嗱，所以其实嗱，咁真咧，其实大家系揾个方式要求存嘅，咁啊，嗱，但系啦，你谂下啦，其实依家就算食肆会出现呢种状况啦，戏院又出现呢种状况啦，你即系其实商场基本上都可以全线提早停业噶咯，系啊。其实你夜晚八点去啲商场咧，其实好多铺头都即系已经系停咗噶啦，即系同大概即系三个月前嘅状况系差唔多嘅。咁啊，都可以讲一讲啦。其实咧，星期一至三咧，亦都有一间戏院咧播咗15场戏咧。是一个观众都冇嘅。边间戏院咁惨嚟嘅？是北角嘅新光戏院大剧场。啊，咁系咪因为全部播呢个李居明嘅呢一个嘅口罩抗疫措施，咁啊教大家临兵斗者皆阵列在前。于是个系我好似睇紧火影忍者咁样嘅阴阳师咁样，于是个大家都费事去睇咧，睇 YouTube 得噶咯系。咁啊，同埋咧，李居明嘅片咧係有呢個咧，李居明嘅網上影院可以播嘅，係啦。哇！好啦，好震撼啦。好啦，咁啊，其實由於本星期咧，咁另外值得留意嘅咧就係咧，對於百老匯地中心嘅朋友咧，就係、是、關於 Inside Pass 嘅安排啦。咁啊 ，Inside Pass 原本咧嗰、那個咧，其實由去年開始咧就將呢個咧會籍嘅期限咧統一就係、是、原本諗住係5月1號開始，4月30號完啦。咁啊諗住星期日開始咧就開始為安排啲續會嘅會員咧去辦手續嘅。咁啊因為武漢肺炎啦，咁啊又停戲院停業啦，咁啊都 BC 個安排都幾慷慨嘅，先咧就將今年嘅會籍咧先同你延續兩個月先。咁下年嘅會籍咧就由今即係依家你有嘅會籍咧就6月30號先完，新嘅會籍咧就7月1號到明年嘅6月30號，咁樣咧就等到即係6月份咧先同你開始處理呢啲申請啊。問下其實嗱，講真啦，其實如果照依家嘅狀況，即係當然呢個都幾慷慨嘅呢個處理方式啦。但係大家捉住 inside pass 咧，係咪依家呢個 moment 就夠膽要去咧？咁又都係另一個問題啦。BC 做嘅安排都做得唔錯嘅，咁啊呢個係咧點咧？第二點就係百老匯院線都咧，我覺得即係其實唔同嘅院線咧，今次個安排咧各有有趣嘅地方。百老匯院線做得最好嘅咧，就係話今年到期嘅任何一啲到期嘅換票證啊，係全部啊嗰、那個 expiry day 係褪曬去明年嘅1月31號。咁即係大家即係基本上都係希望大家約院，即係約戲院啦，唔係約院，雖然約戲院啦，咁啊即係。好過唔日啦。好啦，然後第二樣嘢啦，就係、是、咧，對於咧，即係通常依家就個做法就話網上購票，究竟退飛個安排點樣咧？咁你講到呢一點咧，最為做得好嘅咧就嘉禾啦。嗯，一嘉禾咧退票係連手續費都退埋噶。哇，咁都即係去得都幾盡啦，係啦，係啦，係啦。係真係算幾有良心嘅，因為咧有某吉間嘅財務機構咧。
退票要等六到八个星期之余呢，仲要手续费唔退俾你㗎。好啦，咁啊都系时候呢同大家报一报啦呢个星期啊嘅惨况架。其实仲有嘢报，会唔会剩返四个，唔系剩返每场剩返四个人都仲有嘢报。好啦，因为有啲好特别嘅嘢要同大家讲啦，呢个星期呢开画嘅片真係短命，係有四套片嘅。咁啊两套大型发行啦，两套星期发行。咁啊大型发行嘅片呢就有呢个双喜发行漫画改编嘅喋血战士。咁啊第一日呢59间330场啦，咁啊5400人次，每场平均人次16位大概35万到。好啦，跟住排第二位啦。安朗发行嘅泰片《无痛断舍离》，45间上190场咧，系1000人次，每场平均人次系5.5位，即系50000几。都冇嘢讲啦，系仲可以点咧？系啦，咁然后第三套开画片咧，话呢个片名就好长嘅，《V 从零开始的异世界生活外传篇章电影》。咁啊，18间38场嘅日本动画咧，第一日每场平均人次系有12位噶，咁都算系有啲交代啦。咁大概30000到。另外一套咧就净系做一场嘅，就系安朗发行呢套好啱小兵睇嘅，叫做《光杯清酒女郎》。第一日就喺电影中心咧做一场咧，就有50位观众。嗱，留意啊，依家 VC 咧其实实际上面坐得50000零位嘅咋，因为座位得一半嘅啫。系，入座率系非常之高噶。我哋听日开，即系周末开始，即系连呢、這、一个大家系咪先？餐厅都只可以坐一半人啦。系啦，好啦，嗱，跟住落嚟睇十大啦。十大咧，基本上咧，其他嘅片咧，每场平均人次都系个位数嘅，除咗一套。嗱，呢套真系好嘢啦，《家有喜事2020》。你其实点解仲有得上嘅咧？系？自己戏院啦嘛，开心鬼嘅戏院咪可以播开心鬼戏同埋开心鬼场咯，4间6场，每场16位啊，拍得住碟血战士啊！呢个都有趣喎，系唔系讲笑？呢、這个都真系有趣嘅地方啊！即系点解要继续要？即系呢啲，即系我只能够讲间戏院好扮鬼咯。咁啊，点解要煲？唔系点解要煲咧？都系一个问题嚟喎，系。即係開心啲㗎嘛，開心鬼戲院㗎嘛。咁啊62日係1180几万嘅。好啦，咁其余嘅片呢，每場平均人次呢，其實實際上面呢係得3至7位嘅啫。即係聽見都已經好唔開胃㗎。上星期嘅榜首《獵徒生死戰》呢，真係好生死地啦，100日先得個155万6嘅啫。那大家如果讲真系讲真啦，咁嘅状况之下真系休息一下啦，唉，即系择日再战啦，系 no time to die， 择日再战啦，真系。即系呢一个都可以讲俾大家听咧，其实琴日上映嘅电影咧，亦都有3部咧系1个客都冇嘅，一套叫《逆流大叔》，一套咧叫《致富者联盟》，就系李居明嘅戏啦。冇计，唉。我真係完全係感覺到咧呢種咧市道差勁嘅地步啊！咁都其實依家其實我覺得已經脱離咗市道差唔差嘅問題，依家基本上我哋面對到嘅問題係即係得啊！你即係講真啦，政府個標題都到要寫住啦，係咪先 ？Stay home, keep safe 啦，係啦，咁即係冇計嘅係啦。系啦，写住个啦，仲以为大家每人要戴一条电子手环啊，仲要戴手带嘅。好啊，咁啊，其实咧，即使台湾依家冇戏院停业咧，其实都有啲规定啊，包括系要隔位卖啦，同埋咧每间戏院坐嘅人数咧，如果你间戏院系有200个位以上嘅咧，即系基本上一般嚟讲就座位隔一半啦，咁同埋咧最多只能够坐100个人嘅啫。唉 ，OK， 咁咧即系。大家捱14日系咪真会好翻啲咧？都希望系嘅，即系希望系啦。但系如果睇个疫情咧，我相信就系未必系1个14日系搞得掂嘅。咁所以咧，其实大家都唔都其实我自己又谂另一个角度啦。其实
喺一個咁嘅情況之下，嗱喺歐洲、美洲嘅市場咧，咁反而就係即係助長咗一啲例如 Disney Plus 啊，或者一啲 VOD 嘅 service 啊，或者 Apple iTunes 之類。香港相比之下用呢一方面咧，就唔係用得好普及嘅。會唔會因為呢個疫情戲院停業而令到呢一方面咧，係會多咗一啲可能係新片可以係用一個 VOD 嘅 service 咧？咁呢一樣嘢都值得觀察嘅。不過用得多嘅話，亦都面對另一個問題就係、是。將來戲院開翻嘅時候，要再帶翻啲人翻去，又係另一個問題。係啦，嗱，呢一個亦都係一個咧，我相信大家都可能都需要探討一件事嚟嘅。不過咧，呢一方面我亦都係希望啊，疫情可以快啲過去啦，即係等大家都。大家加油，都係嗰句，加油。好啦，即係基本上 keep safe 啦，都係嗰句，即係盡力啦。嗱，雖然咁樣啦，咁但係呢個星期咧，其實咧，我哋都好慶幸地喺呢個戲院停14日之前咧，都睇咗本星期兩套重要嘅開畫電影嘅。咁啊，留翻第二節再同大家講啦。翻嚟嘅後巷電影院。好啦，咁啊，翻到嚟啦，後巷電影院嘅第二節嘅時間啦。咁啊，呢個星期咧，其實開畫片咧。就只有四套咁多啊啫，咁我哋咧就会讲其中嘅两套嘅系。嗱，基本上咧，今个星期都即系开画电影啦，呢几套入边咧，咁即系值得讲嘅又唔系特别多。你话其他嗰几套即系咪好差咧？亦都唔系嘅。剩低嗰两套，一套叫做动画啦，动画就我相信我哋冇错啦，系啦。另一套就是近期好似话会担心饮完之后有更亲密行为嘅东西。都唔系一定嘅，系啦。咁因为你话呢套其实啱小兵讲多啲啦。咁我哋讲翻啦，我哋讲翻呢一个，大家如果冇得睇呢一个狂野时速嘅时候咧，咁可以睇啲咩咧？睇呢一个咧，真系争好远嘅喋血战士。嗱，都冇计噶，其实你嗱，你原本你系咪先？你首先第一样嘢啦，咁李慧仁兄嘅狂野时速，即系个大制作咧，就出现先有。咁于是我今年就冇咁多大制作啦。咁可以点啊？咁于是我咪俾套漫画，冇错，漫画改编作品。OK， 大家以为佢血肉横飞啦，你呢个电血战士啦，咁跟住台湾叫血卫啦。咁结果咧，你个血肉横飞嘅程度咧，即系啲小巫见大巫啊，即系非常非常非常少。要睇血肉横飞，可能睇饥饿斗室仲会多啲。冇错啦，exactly 就系咁啦。咁于是过系咁嘅状况之后，可以点咧？基本上咧，我简单嚟讲呢一套片咧，超过三分之二嘅情节咧，就其实有一次狂野时速嘅，只不过系唔打嘅狂野时速。或者唔飞车嘅狂野时速，唔系都 OK 嘅，即系你又会见到呢、這个 Donald 咁，佢今次唔系 Donald 啦，今次系 Ray 嘅系啦，咁跟住你就不停嘅会做啲咩咧？就会不停嘅呢一个啊 family 啊啊条友怼瓜我老婆啊，会杀佢全家咁样系啦，就系咁啦系啦，即系你怼瓜我老婆，跟住我就会搞交你系啦。咁但系套片好有趣嘅，其实如果你有睇漫画咧，其实你都知道会发生咩事啦。咁基本上佢嘅所有啲记忆嗰啲，你入场之前你都知佢伪造噶啦，啲记忆即系啲记忆都唔系。真嘅，咁跟住落嚟，图片咧有少少呢啲位，我觉得既自从 Deadpool 玩啲打破第四面墙之后咧，好多电影都会尝试做类似嘅嘢。一开始有穿晒桥俾你知，咁其实总之你冇运行噶啦，呢、這个所有啲嘢都系假嘅。咁之后就开始拆局啦，系啦。但系咧，所谓咧，即系打开同观众咧呢、這个直接嘅互动咧，就唔系每套片都 work 嘅，即係呢個死侍嘅成功呢，就因為個漫畫嘅人物呢係的確呢係可以做到呢樣嘢，亦都係有呢個合理性。但係呢其實喺其他嘅片呢，合理性係明顯低好多嘅。冇錯，咁所以你呢套電影入面大家面對到嘅問題就係、是、你如果你想打啲好勁嘅場面呢，咁其實呢套片入面打鬥嘅場面係比你想象中嚟得少嘅。但係如果你話冇打你都唔係，譬如話佢哋玩麵粉都猜麵粉呢樣嘢好叻啦。咁但係猜麵粉呢樣嘢我有時我有啲唔明嘅，即係我原本都以為啦，我係以為嘅，即係你睇啲烈火即係救火英雄啊或者嗰啲嘅時候呢，你呢啲有麵粉咁多，跟住你點火唔係應該係塵爆咁系唔会尘爆㗎喎，即係大家啲物理上面有啲唔同㗎喎，真係。
系啦，即系嗰个发生嘅地方系喺匈牙利布达佩斯嘅一条隧道啦。嗰条隧道系曾经拍过《黄金兄弟》噶。哦，诶，唔知隔篱行有啲古惑仔突然之间走出嚟啊！好，咁结果咧，套片入边其实女主角你话即系好演眼咧，亦都唔一定系嘅。套片你应该有嘅一啲嘅基本格局咧系有啦，咁但系你话真系好有心意啊，你又 feel 唔到。你话真系好鬼靓仔咧，咁当然佢已经嗱人哋嘅《喋血战士》咧 ，blood shoot 啦，原本系 blood shot 啦，咁原本人哋系有头发嘅，去到呢一个嘅 Vendiso 嘅手上咧，就其实就冇头发嘅。我觉得你有少少好似啲粗版嘅呢一个个刀锋战士咯。其实云迪素咧喺片入边都系演紧云迪素嘅啫。啱啊啱啊，即系其实基本上你可以讲当做其实佢 basically 都系做紧云迪素会做紧啲嘢咯。咁所以咧成套片咧佢嘅存在价值咧其实咧系真系冇乜特别嘅存在价值嘅，因为咧冇一嚟咧就屈机。嗯，咁基本上冇嘢可以做嘅，即系你一去到一个屈机嘅角色咧，其实咧喺剧本入边咧就令到其他人咧就冇发挥空间可言噶。都系嘅，同埋佢亦都唔会真系遇到啲好严重嘅生死存亡啊！而家关头咁所以你反而成套戏入边系佢尝试去界定嗰个所谓嘅一个人存在嘅实际价值啦。咁究竟佢几有价值呢样嘢咧？呢样嘢我觉得反而系套片入边可能真系唯一一个话晒叫做稍微有趣少少嘅位咯。即除咗呢度之外，其实你话成套片入边即系动即系 C G 或者嗰啲位咧，咁其实佢系有嘅，佢唔系冇，只不过系话你即系如果你想真系睇一啲好劲嘅血肉横飞嗰啲嘢咧，咁佢就真系冇咗咯，系佢系渣咯，啲 C G 系只能够咁样讲，即系你话要基本嘅情节系有，咁但系套片做到110几分钟咧，睇落去咧就感觉咧110分钟睇落去就感觉有啲拖嘅感觉啦。嗯，系啦，咁所以如果系咁样嘅状况之后咧，咁就真系大家要尝试搞搞，即系冇，即系我入场之前你吞低少少个期望值咯，我觉得系 O K 嘅。即系我觉得咧套片咧，你讲官能刺激就冇乜嘅，一个系咧其实咧打啦，因为好明显啦，呢套片并不是一套好贵嘅一个制作啦，都比较平啦，咁所以咧你见佢用好多嘢咧都系咧以呢个咧低价为主嘅，系真系咁，即系冇办法啦。咁你即系其实反正都唔系好多嘢可以搞嘅时候，唯有就系尽量有嘅就做下咯。所以你嗱，我都系嗰句啦。如果你个目标其实系当作佢一个，即系当作佢一个娱乐消遣嘅电影，我觉得喺依家呢个 moment 嚟讲咧，系可以接受嘅，系可以接受嘅。即系你因为始终大家反正都要等春年先有狂野时速嘅时候，咪攞啲嘢顶下个瘾咯，系咯。你又咁中意 Vin Diesel 嘅话，系咪先？系，即系你话攞嚟，我自己觉得啦，即系你话攞呢个价值嚟睇就。一个早场价咯，到期嘅戏院依家做紧 discount， 但戏院依家好多都做紧 discount， 大家可以好好把争取一下一个机会系啦，尤其系贵宾院系啦，我哋上个星期都有提过。系啦，好啦，嗱咁啊，仲有啲时间啦，咁其实咧跟住咧都仲要讲另一套片嘅，咁呢套片相对之下咧就感觉就好静态，但系呢套片咧睇落去嘅感觉系绝对唔系差嘅，呢套片咧。就是一套泰国嘅爱情片啊，你都可以讲佢爱情片嘅，咁佢一个无痛断舍嚟啊，咁你点样无痛咧？咁你有无痛失恋或者嗰啲，好似只有大家都追求紧一啲就系、是、无痛，好似你唔需要为你嘅情感曾经出现嘅位置付上任何嘅代价，咁就称之为无痛啦。咁其实套片入边如果用翻英文咧，咁叫 Happy Old Year。咁其实你会 feel 到其实佢系一啲过去嘅嘢，咁过去呢啲嘅 information， 咁其实系我觉得会系你系咪真系可以似你头先讲手头上讲嘅，就系我只要摆低，我将啲嘢掉咗，跟住我就可以做到呢个无痛嘅摆低过去咧。好明显个女主角其实佢好想咁做都唔得嘅。其实个片名根本系讲反话，断舍离点会唔痛噶？
其实个过程仲要好痛添。咁啊，其实好简单，讲个女仔啦，即系喺瑞典翻咗嚟啦，咁啊想学即系瑞典某个品牌嘅设计自己间屋啦，跟住啊，即系其实佢都好专制啊，又掟阿妈啦，又掟又要搞到自己咧，即系个即系自己嘅兄弟姊妹系连翻间房都冇埋噶，系仲要整到个颜色咧就同灵堂系一样。那所以其实成件事呢，那简单啲讲，即係你当然啦，你嘅目标系要轻装上阵，系咪先，所以你要掉晒好多嘢。咁佢喺掉嘅过程之中呢，发觉呢原来掉嘢可能会伤害到人喎，咁点算呢，咁我将啲嘢还返俾人咪得囉。咁个 situation 就系你依家佢个过程中间呢先至发现咗系原来你一路以嚟其实是一个几咁自私嘅人，你身边所有啲嘢呢有好多系你帮人买㗎啦，你借㗎啦，或者人哋可能送俾你好真诚实意送俾你呢，但系你完全唔珍惜嘅掉咗喺度囉。即系有好多呢啲位置呢，其实系一个非常非常之你睇落去之后，你其实你自我反省嘅一个过程，咁但系佢系自己就算咁样嘅状况之下呢，佢都死口唔认我自己系个咁专制啦，跟住我咁自私啦，我咁唔 care 人哋嘅感觉啦，啲咁嘅人啦。咁其实成人有简单啫，即係只要佢唔还啲嘢就咁掉咗佢呢，其实套片可以完咗嘅好快系。係佢当然啦，咁但系你而家个过程中间就系、是、有啲人总会系佢本身就是一个不干不脆的人，咁但是佢又要扮到一个好干脆的人，跟住本身就是一个绝情同埋自私的人，佢又扮到好似好重感情咁样。呢个成件事，即系呢个成件事就好多啲位，我哋会觉得就会出现啲你嘅 feeling 会好呕心啊！即系套片当然唔会拍到你好呕心啦，但系你如果你谂深一层嘅时候，就系、是、个人去到活到一个咁虚伪嘅状况咧，其实系好呕心嘅。你身边嘅人其实系不停嘅因为佢而受到伤害，而佢觉得净系我做咗一啲对我自己最有利嘅行为啫。我唔中意你，我咪走咯。我觉得我需要抛弃过去，我咪话你逼住我记得咯。咁呢啲咁嘅位置，其实喺成套片入边系不停咁样出现啦，咁到最尾佢连自己或者系身边好好嘅朋友，佢都讲唔到真话嘅。其实好多时咧，样嘢咧，如果自己太自私咧，就谂住自己嘅话咧，其实咧，对于身边嘅人想讲任何嘢咧，都系听入耳噶。咁你个下场咪就系依家变成系佢身边啲人，就算佢好想即系帮你或者嗰啲，最终都其实会被佢伤害嘅，咁所以咪越将越来越多嘅人直情就变成佢咯，即系其实都系变翻佢自己啫嘛。佢最终啲人为咗唔好受到佢嘅伤害，最好嘅方法咪就系用佢嘅方式对待佢咯。的确系嘅，但系咁样对待嘅时候，大家感觉到个反应会点样？当自己食翻转头嘅时候咧，真系咧系完全系一种滋味嚟噶。系啦，咁大家真系要翻到去呢个电影入边，咁我谂其实好多人睇完之后，可能都会有啲唔同种类嘅谂法啦。我应该咁讲，即系身边有好多时候，其实系要大家要谂一谂，即系点样可以系做到。即係你如果你就算你想要傳說中嘅段寫嚟啦，你想要呢一個使到啲人即係覺得開心啲啦，你都真係係需要做呢樣嘢啦。係㗎，咁所以呢其實就呢一套片都可以話某程度上反思自己呀，即係同埋亦都提大家呢，其實呢好多時呢好多嘢你都咁上下都需要執屋嘅，你哋嘢係亦都好重要㗎，即係千祈唔好即係諗住一樣嘢，同埋你一見得到佢都，我只能夠講睇呢套片嘅時候發現啦，我原來賣好多嘢嘅時候可以賺好多錢啦，理財都有幾有方㗎。那所以我會諗啦，就當然啦，呢、這個套片即係我覺得可以大家好好反省一下，即係其實好嘗試去反省一下一個位置究竟可以點樣做返個處理嘅。我覺得呢樣嘢其實係緊要嘅，即係有好多時候我哋做人即係自私是一种的处理方式，但是你很坦白话俾人知你自私都 OK， 但是你不是很坦白话俾人知你自私，你仲要
扮到好似话我系为你好啊，我系为大家好啦、啊，跟住落嚟，甚至于系你仲要你嘅道歉，你嘅抱歉入边，其实系充满咗一啲。啊！我纯粹系因为我觉得我咁样道完歉之后，我去攞得一个救赎或者系嗰个舒服个位，我可以原谅我自己，我可以使我自己好过啲。其实呢啲嘢系先至系成套电影入边，我觉得系最需要反思嘅位咯，系咯。系啦，千祈唔好净系将自己嘅快乐咧，完全建在人哋嘅痛苦身上啊！呢、个行为真系多唔得掂嘅。好啦，咁啊呢个星期咧，咁啊台湾电影时间差唔多，我真系发现咧，依家越嚟越少片嘅时候，每个星期我做到两节都好难得啊，真系。系啦，所以我觉得其实系需要，即系嗱，杀啦，都希望之后会多少少戏讲啦，哎呀 ，don't understand 啊，唉。希望啦，咁啊下个星期希望再继续同大家见面啦，好，拜拜。好，拜拜。阿康南，你想唔想打上美少年王？想啊，点知可以做到呢？嗯，机会嚟啦，你只要咧入啲钱啦，咁咧入去 account 嗰度就系、汇丰银行6525930398。啊，可唔可以讲多次啊？嗯，系汇丰银行6525930398。咦，好似仲可以 PayPal 入钱喎、啊。系啊，所以你而家可以即刻 PayPal 过数俾我买包包啦。好，即刻就去啊。好啊。